清晨里的露珠，等待着阳光。我不怕承受那迟来的这份错，当悲欢靠近的时候，我不再有愁。江辉，李安翠，敢骗我？你们什么都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们还把我唯一的女儿把我抢走，我跟你没有一笔勾销，我跟你只有旧仇新恨。我发誓，我妈祖发誓，只要谁阻止我，我就会把我的仇恨加诸于他。我不要你做保镖，我废话张太太。你，张太太是最成功、最完美的。宝林，宝林，你怎么了？你要去哪里呢？是，我要走，以后自己好好照顾自己。宝林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孩子自然没有了，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你要去哪里？不行，我什么地方都不让你去了。是，你让我走。事情过去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我们两个之间该发生也都发生过了。现在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。我们不要再互相干涉对方，请你给我一点自尊好不好？我不懂你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听不懂。孩子没有了，我们可以再有。我爱你不是因为孩子，而是爱你宝林，道理很简单的。你要走可以，我可以不勉强你。你要自尊，我也可以给你。但是，请你明明白白告诉我，到底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走？而我为什么没办法留住你呢？在过去，我们离过婚。在你眼中，宝林
是个不成熟宝林。宝林，我不是在责怪，我只是在从头说起。孩子没有了，躺在床上，我把我们的过去重新想了一遍。你要不要我讲给你听？你讲。你从日本回来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宝林，还是张太太？你这样问是不公平的。那我换一个方式问：如果你知道张太太就是宝林，你还愿意回来台湾吗？你还愿意接受捏在日本的资助吗？你没有办法回答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再问你，你向我求婚，是在重新见到我之后，还是在知道我是张太太以后，还是知道我在有了孩子以后，对不对？不，在有孩子以前。不，那天晚上你把我当作韩翠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没有孩子，我就根本不可能爱你？爱和求婚是有区别的，求婚只是一种承诺，爱是一种感觉。所以我不想再活在整天被人家承诺的日子里，我求你不要再拦住我，请你给我一点自尊，一点点自尊好不好？宝林，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的。宝林啊，你来了。你怎么穿这件衣服？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爸，我今天是来特地向你辞行的。啊？以后我不能再照顾你了。照顾你的事，我会帮你请一个特别护士的。我倒是没有关系。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不能来？我记得你上次这件衣服早就放水流掉了，为什么又穿上了？爸，孩子没有了。啊？为什么孩子没有了？我和薛仁去神州院出了一点意外，孩子被流掉了。孩子没有了，给你穿上这件衣服，跟你不能来有什么关系？我要离开雪原，我要永远离开他。不，顺水爱你，你不能离开他，你们要结婚呐。不，爸，你知道的，雪原他根本不爱我，他是爱那个孩子，他是因为孩子才向我求婚的。宝莲啊，你错了，你大错特错。我没有错。宝林是一个永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孩子，不像张太太，张太太永远那么完美又那么独立。我连自己也未出世孩子都保护不了，我哪有资格做人家太太？宝林，你误会了，你要明白，你跟顺仁两人一切的爱情并不只是建立在刚要出生的孩子身上，他现在所爱的是你，我了解他。不，我要重新做回张太太，因为张太太从来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来肯定自己，不像我，不像我，我永远需要，永远需要靠岁月的力量来肯定我。从今天开始，再也不需要，再也不需要了。宝林，你对顺仁的误会太深了。过去的顺仁也许不爱你，但是今天的顺仁，我敢相信，他跟过去不一样。
他说爱就是爱，确确实实的爱，不是因为什么张太太，更不是因为什么孩子的关系。爸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，他也从来没有证明过什么。自从有了孩子之后，他对孩子的关系也胜于我。爸，我不是在误会什么，我只是不需要那种假设的爱情。爸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离开你，也要离开水源，我要重新做回丈夫。孩子没有了，我跟水源的一切感情都必须要结束。爸，以后我不能再照顾你，你要自己保重，哈。宝莲，宝莲，爸，再见了。不，宝莲。变成这样呢？我不该叫他听顺从，我怎么糊涂？我该死！小翠，你为什么又不理我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想理你。为什么？我又没有得罪你。我就是不想理你，谈不上谁得罪谁啊。是你妈知道我又来找你了。这不关我妈的事，我有权利理人或不理人。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行不行？你知不知道你带给我很多的麻烦？我很尊敬我妈，我不愿意因为你而跟她闹得不愉快。请你现在就走。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你，小翠。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江火云他不是你爸爸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？你好阴险哦！我妈说的没错，你靠近我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。好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过去你不就一直暗示这一点吗？我想你最好跟我解释清楚，并且严重的跟我道歉，否则别怪我对你难堪。我说江火云他不是你爸爸。你妈的血型是 A 型吗？你的血型是 AB 型。好，我再告诉你，江火云的血型是 O 型。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现在可以马上回去问问看江火云，你问问他，他的血型是什么血型。等你知道以后，你再回来告诉我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爸爸。我不听，我不要听，你根本就在重伤他嘛！哼，小翠。我是你爸爸，小翠，我真的才是你爸爸。待会儿我们再去看一下结婚礼服，好不好？看什么礼服啊？我又不结婚。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没有人向我求婚，那我怎么结婚？好，我懂了，走。好多车，走吧。嫁给我好不好？我们经过那么多事情，总算都过去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安翠，嫁给我，嫁给我。快走啊！我不走。你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跪下来给你求婚，打死我也不走。答应我。好好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就再说一次，你答应嫁给我。好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我们快点走啊！
们要结婚啦？什么时候决定的？今天才决定的。我跟你妈妈逛街的时候，在一条人很多的马路上面，我在那个时候。火炎。哦，那么罗曼蒂克啊，在马路上求婚的。其实啊，马路上人多，证人也多，我是怕他赖账才出此下策的。你少来，我什么时候赖过账来着？爸，我听人家说，个性罗曼蒂克的人血型大部分是 B 型的，我敢打赌你的血型一定是 B 型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小宝贝，这次你可是完完全全的彻底猜错了，我是纯种的 O 型啊，100%。没有，其实你们知道我也不是这种人，只是因为前两天我看一个外国影集，它里面有一个这种求婚的方法，我觉得很好啊，我就把它抄过来用，结果我就成功了，没想到吧？我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。小翠她怎么了？没有了，她只是觉得我们两个这么久了，经过这么多委屈，忽然一下做了这个决定，她在心理上面没有办法一下适应而已。小翠怎么突然间会这个样子？韩翠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啦，我先去打个顺人，告诉她这个好消息。喂，顺人，我是火炎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终于决定要跟韩翠结婚了。谢了。对啊，跟宝林问好。什么？宝林不见了。你是我爸爸，你也是我爸爸。我有两个爸爸，但是你们都不是我真正的爸爸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叫你们爸爸？不公平！我要我真正的爸爸。顺人，宝林说他出去，有没有说他去哪里？到山上一个庙里去。庙里？他到庙里去做什么？真是一言难尽。有时候我觉得，我跟宝林之间不知道上辈子结了什么仇，要不然这一辈子也不会这样互相折磨。真不知道要折磨到什么时候。顺人，乐观一点吗？韩翠，你说的可轻松了。以前你跟火云感情一波三折的时候，你乐观得起来吗？我跟宝林八字不知道是哪里犯错了，以前是我折磨他，现在是他折磨我，这是一报还一报。是，也许一报还过一报以后，你们才能够真正彻底的了解，永远的在一起。我希望如此，所以我今天请你们帮我一个忙。你说，我们会尽力的。我去见他，他未必肯见我，所以我希望你两个帮我上山跑一趟。没问题，我们立刻就去。还有火焰，麻烦你一下，请你帮我问他，他为什么要离开我。顺人，宝林走的时候，他什么话都没说吗？说是说了，可是我觉得他好像误会我很深。他误会我的，我想都没有想过。顺人，我会去尽量去把他劝下山来的，你安心的在家里等。
但也如此。那我们走吧。曾小姐，有人来看你。宝林，你们今天来，大概是薛远请你们来的。你们想问什么？想说什么？薛远说，你对他有点误会。我们之间没有误会。宝林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把话说清楚，这样对顺人也好有个交代。你们毕竟是认识这么久，也彼此相爱过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这也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。宝林，顺人说他不懂。我们话说明白一点，我跟韩翠并不是顺人，所以你有任何话都可以告诉我们两个。宝林，你有什么委屈，借这个机会说出来，不是很好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。我知道，顺人并没有爱过我。宝林，你一定是误会他了。没有误会，宝林，顺人千真万确的爱的是你啊。好了，你们不必再说，我的心已经决定了。你们回去告诉顺人，忘了我吧。韩翠，会，我很感激你们今天来看我。如果你们是我的朋友，就请你们下山吧，回去告诉顺人，忘了我，忘了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。再见，宝林。韩翠，你赶快去找顺人吧。嗯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顺人，我现在只劝你赶紧去一趟，去晚了的话，宝林恐怕这辈子永远不是你的人。事情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都是我害的他。顺人，宝林忽然之间这样大彻大悟，未必是一件坏事。只要你肯劝他回来，以后的宝林，或许是你意想不到的宝林。他今天之所以会这个样子，是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。所以，现在只有你，才能够给他信心。顺人，快去吧，快去把宝林接回来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的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所有的幸福，通通在这一趟上面。小姐，我受伤了。怎么了？还好吧？我骗你的。你要干嘛？我们去钓迪斯科好吗？你一个人怪无聊的，我们陪你玩好不好？哼，
神经病啊你！喊他妈的没用，看我的！小姐怎么还没回来？不要着急，可能跟同学去看电影了吧。这个小孩，有时候还真叫我担心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没有啦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你说。告诉我，谁是我爸爸？我爸爸到底是谁啊？在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你跟我回家，我拿些资料给你看，好不好？确实告诉我，张叔叔他不是我爸爸。我要知道到底谁是我爸爸。这里面资料有我的血型。我不看，我要你告诉我。我的血型是 B 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是我爸爸？我才是你爸爸。你有什么资格做我爸爸？你凭什么遗弃我？这18年来你想过我没有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爸爸，我根本就没有爸爸。小翠，不是我要遗弃你，也不是我不争你，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啊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在香港生的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一直到上一次阿斌把你带回来，我才第一次见到你啊。那我要你跟我说清楚每一件事，我不愿意再做一个不明不白的人了。如果你是我亲生父亲，你有义务回答我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有知道的权利，因为这个错误是我们造成的，你没有义务去替我们分担。你问吧。是什么错误？这个问题很重要，不能以后再问吗？不行，这个问题关系到我的故事里面每一个角色跟定位，你一定要回答我。我不能回答。好，那我换另外一种方式问你：你爱我妈妈吗？叔叔也爱我吗？还有我蔡孙孝爸爸。那你再告诉我，这三个男人之中，我妈最爱的是谁？
那既然是这个样子，我妈怎么可能会跟你有我呢？那是一场误会。什么误会？你快说！就是有一天我喝酒，我喝多了，我喝醉了，我情不自禁。知道这个角色是你不想演，可是，只要我知道我有你这么一个女人，我就给你心满意足。我知道我很坏，可是我会用我所有的爱，用我所有的爱，来弥补这18年我对你的愧疚。我现在甚至不会寄望你母亲对我有所谅解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希望。就是你能接受我的爱，像我这么坏的人，有谁能够想象我的希望却只有这么小？也许你是我亲生爸爸，但是我心里面是不是能承认你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把握？我就当我听了一个故事而已，而且我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个故事曾经发生过，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指望我会叫你什么。小翠，坚决，我也不能够违背他的意思。何况，现在已经太晚了，您还是回去吧。不，我一定要见到他。师父，请你帮我转告他，他误会我太深了。阿弥陀佛，是否是误会，现在已经不要紧了。过去的事情，就是过眼云烟。所谓生长。炎障、业障，一旦看穿了，也就无障可言了。刘先生，你又何必把以前的误会耿耿于心呢？您请回吧。我一定要见到他。不管是今天、明天，我要等到他肯见我为止。恐怕你会失望。曾小姐，明天就皈依我佛，以后他就远离成熟。刘先生，我请你从明天开始，以后不要再来看他了，以免增加他的罪孽。什么？他要皈依佛门？是的，明早梵钟响起，就是他皈依之时。刘先生，你也要自重。怎么会这个样子？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
经说了很多次，那位刘先生恐怕现在还没有回去，你也应该再去见见他。自古情字空人，动又空了，虽然能够解决自己心头一时之痛，可是如果情字不去，恐怕也难以逃避一世之痛，这一点你要想清楚了。我想清楚了，师父。你想清楚了还不够，你必须还要想清楚，皈依佛门不是让你远离尘世，而是让你修道能够自由自在出入尘世。如果你于进出红尘之际心中还有所障碍，同时你心里一直在念着佛与俗之分，那么即使你皈依佛门也是白费功夫。你处心积虑就是要想逃避那位刘先生，你要知道，进入佛门以后，首先要做到的，就是不去逃避心中所想逃避的事情。这个重要的道理，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想清楚。等你今天晚上想清楚了以后，明天早课，你就可以到大天宫。如果你没有想清楚，你就不应该到大殿。我也不会责怪你。我知道，谢谢师父。灵山本非避难所，我佛只渡有缘人。你要能够知道如何入世，才能够修道如何去出世。你要好自为之。嗯。小翠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一个晚上没回来？你们在骗我，根本就在骗我嘛！骗你什么？我不告诉你们，反正你们都在骗我。小翠，你到底一个晚上到哪去了？我到哪去了？去玩呢、啊？去 disco 跳舞，去看 MTV， 去逛街啊！小翠，你知不知道一个女孩子一个晚上不回来是多么不好的事情？有什么不好啊？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你们不需要再对我操心了，你们只要管好你们自己事情就可以了，不要再管我。还有，顺便告诉你一声，说不定今天晚上我还会出去，请你们不要再等我，这样会担当不起的。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哪有变什么样子啊？我最亲爱的妈妈，你打完了没有？如果你打完了，我要到楼上去休息去了。小翠，让他上去休息一下，他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情绪比较不稳定，你不要介意。他究竟怎么了？霍爷，会不会又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？我想这可能倒还是不会。
不要想这么多了，这我去帮你沏杯茶。谢谢。爸爸，天哪，怎么那么复杂？你一夜都想好了，你的问题都有答案了。嗯，我都想好了，问题也有答案。我要落发。宝林，宝林，我想了一夜，我总算想通了。如果你要远离尘世，留我一个人在城市活得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你要落发，我就要剃度。你因为入空门无怨无悔，我要因为你入空门无怨无悔。师父，麻烦你帮我剃度。虽然你不可以。我不可以，你也不可以。大嫂来了，换来了。正在开个会。我跟韩哲已经决定了，我们要结婚了。真的？哎，那真该好好恭喜你们，真是不容易，经过了一二十年才看到你们结婚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没有？没有，真的不需要什么。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。你尽管说，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了忙的地方，我一定尽力。说起来，对你一直有种很亲切的感觉，而且我跟韩翠已经没有什么亲人，救过韩翠，你也帮过我大忙，所以我跟韩翠决定，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婚礼上面，还当我们的主婚人。真的？那我真是太高兴了，能看到你们结婚。又能过来为你们主持婚礼，我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。你知道吗？
如果我有个孩子，那个孩子大概就跟你这么大。看遍世间缘缺。